当下相亲还真的是个问题，一个是方式的问题，一个是成功率的问题。台上的女生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们觉得现在能够接触到的方式？周灵儿，我是那个会经常去我们那边养老院里面做义工，因为我找对象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，就是要有孝心，就是所以我会去做义工，然后认识一些跟我一样的年轻人。网上有更新鲜的方式了，这是一个送餐的快餐盒，他要上大学去了，给妈妈找个依靠。你看点餐的时候都有，他老点一个菜，他就说他自己很专一；点菜点的少吧，他就说他勤俭节约。想脱单吗？几个字写的确实有些敷衍啊。但是呢，对我来说，相亲方式千千万，不如非诚站一站。